拉杆总成的话，这样子，先把这两边的两个拉杆还有螺丝给拆了，10毫米的，那个钢头，分为六级的。你可以拆这两个螺丝，如果是一套的话，你就拆这两个螺丝，就拆这两个螺丝。螺丝是打了胶的，拆的时候小心一点，一滑的话就打不紧了。之后又整套又拆下来了，把新的那一套放上去就可以了，螺丝啊全部打上，这边重复一遍就可以了，放上去打紧螺丝就完成了。